2023第三届彭城杯全国象棋排位赛开战了，首届冠军是汪洋特大，第二届是王天一。这比赛奖金不少，冠军有30万。规则采用的是双败淘汰赛，一共16个人，刚开始都在胜者组，两两相对，赢了就留在胜者组，输了进败者组，败者组如果再输那就被淘汰了。最终决赛就是胜者组第一名对败者组第一名。咱们今天讲的是第一轮，黄海林大师对外星人王天一。比赛开始，仙人指路对足底炮，黄大师中炮，老王补象，跳边马，横车，正马，炮打中卒的也不少，没有打黑方就过来了。红方上士少见，一般都是出左车出右车，黑方也上士，红方终于出车了，老王弄到河沿，红方视角炮，看你黑方咋动啊，你如果跳拐角马，那我红方可能就退底炮了，下一步拆中炮这样打，那你黑方如果说跳边马，那我红旗又中炮发射，打着双卒，这俩都可以吃。实战，老王马八进九，跳这个，那红方也是中炮发射，这个一路卒安全，九路卒冲起来，下一步跳马打车，红方过河，黑方还得研究这个二路马，往边路跳，对手吃卒，拐角马，那红方直接打掉，那也没意思。老王卒三进一，滚过来吃掉，这回就可以跳了。黄大师呢，提前退中炮，提个醒啊，红方可不要说车吃卒啊。你这招一走就坏了，黑方平炮马踩车，他不能平啊，身后有马，那只能是退两步了。这个时候黑方在抓中炮，红方还得退，接下来就研究这个跳马打车呗，但是不能直接出手，红方会平炮对打，他吃完有一将啊，那也就是说黑方吃完车吃不到马。咱们稳一稳，先把拐角马跳出来，下一步马九进七打他，这红方可就不太好下了，黑方已然反先大优。好，咱们摆回来，前面讲了红方不能盲目的吃卒，黄大师先退中炮正招，这回能吃了，老王炮八平六，首先松开马腿，小卒有跟，第二远离红方车的视线，下一步炮轰底象，可以走，红方不得不防啊，象三进五补上，那为何不把它飞走呢？因为那样的话边马就脱根了，一旦红方出车，黑方就进车捉边马，他不太好处理，补三下是对的。咱们继续，黑方马二进四，那红方按理说应该是先出车啊，抢一步，黄大师走冲边活马，有点意思啊，那你不出黑方出了，红方挺兵，想让对手吃好打过来调形，未来冲中兵，那现在反正黑方有人守着在这儿，不用管，马四进五，红方吃掉，黑方车收尾，黄大师卸掉中炮，给中兵啊留出空间，天一跳马过河，红方退回到家里，这个防止黑方马过来，再一个呢准备冲兵，然后平车捉他，那老王能愿意吗？进车先拉住，小兵别冲了，黄大师说我能对车啊，老王说那没事，我人多呀，换踩掉，平车捉马，往边路蹦，还放这儿，哎咋整？红方兵九进一，让车吃不到，但这玩意儿还有炮，黄大师调整马位，随时要冲兵对车啊，黑方冲个边卒，这个明显不能吃啊，
黑方会踩中将，吃马黑方就打白丢一象。那要是困呢，平车的话，黑方卧槽将从这儿溜了，称势，那黑方就先打掉。红方持炮进车捉双，这只能是上势了，吃掉边象，下敌将电炮马就走了。落势呢可以车砍，想继续困马只能是提前退底炮，那就吃兵吧。这马一时半会弄不死他，你只要重炮他就下底将。红方没棋，黑方有的是啊，把象一落再将炮拽过来，平车下底，黑方大忧。这里老王冲卒，黄大师没有吃，他冲兵对车，黑方不能躲了，否则红方捉马往后逃再捉那就坏了，要起范儿，只能对掉踩了，玩马炮残局呗，冲卒过河。现在双马双炮一人两个兵，但是红方这个中兵啊现在不能动，因为黑方还是可以马踩中将。黄大师马二进四，先保住中将，黑方炮六平八，心算一下，黑方准备打马，红方用底象飞，黑方踩掉中将，这时候他就不能再吃马了，因为下底炮有杀。黄大师发现了，马九进七，这儿没有人了，先踩着卒，黑方拱下炮，只剩一个点了，平卒盖马，不能飞，下底闷死，朝上跳。黑方炮将落象，退炮串打，这里退回到中路，跟黑方这对着。黑方现在可以去打中兵，他没走，应该是怕红方马过河。老王这里是进炮顶马，不让过。之后红方是吃马，然后黑方打中兵一将，那为啥不过河呢？可能是怕黑方卒七进一，不能吃，否则黑方踩马，然后平炮打马。那要是先给这马踩了呢？黑方拱掉，还是不能拱，炮打马。但是红方可以走别的呀，比如说平炮对炮，你要是躲我就朝上跳，换掉呢黑方只是多了一个卒，想赢棋没那么简单。看这儿，红方没有进兵过河，其实可以走，实战给这马踩掉。黑方打兵一将啊，他回来没事，这个边路还有啊，现场补象，拱马跳回来，黑方马九进八。下一步红方走的比较随手，他是炮七退二，应该是退到家里，随时可以平炮打卒，从而解放这匹马，因为他现在上不去啊。咱们看实战，退两步炮，黑方马八进六，他下一步准备平炮了啊，马踩中象，这个底象一动呢下底闷死，红方还是没有处理好，应该是退炮，黑方平炮的时候还能挡一下，可是实战呢他退的这个炮，这也不挨着呀，黑方神龙摆尾要吃象了，没招啊，出帅，老王沉底炮还是要吃，这玩意儿怎么整？如果飞走啊，黑方可以吃兵，这既拱着高象跳马，又是打底象，还是不好走啊。现在黄大师也不防了，他平炮吃将，下底炮叫杀出将，没棋了，这马始终上不去。现在黑方还有打中士，你如果想保只能是上帅了，
但是黑方可以退马一将啊。红方让开，黑方退一炮，从这将就崩了，这棋没法下。现场这个士也不要了，他平炮，黑方打掉，退炮，回马，进炮要吃卒，苍蝇腿也是肉啊，平炮看上，平帅，退炮，回马腰对，老王不换，马三进五叫杀，卧槽将马后炮，红旗退炮解杀，对手横冲直撞，胜局已定。黄大师投了，再冲就拱到马了，如果跳那就平炮将，红旗只能电炮卧槽将平炮，再进卒一拱，丢子是必然的了。恭喜老王取得开门红。好，那请我们下期咱们接着聊，看一盘软件下的棋，出自2020至尊旋风杯棋软大赛，红方是人机第一高手党小杨，黑方阿尔法胡，他俩都是56核的电脑。开局是中炮郭和车对屏风马，屏炮对车不换退边炮，党小杨急印中兵，这是一个非常凶残的正规布局。黑方多数会选择上士，胡胡走马退窝心，红进左炮过河要抢占中路，黑方打车是吃亏的，之前也讲过了。现场卒三进一，小兵过河平炮打车，平车对子儿是一路走法，杨子觉得不激烈，他炮打中卒一将，黑方也不去踩炮，他补象，还是炮打车，顶级强软，这还躲啥了，弃车砍马，黑方得着炮阵无子了。这和前几天象甲郝继超特大对赵伟大师那盘棋一样，当时郝特大选择兵五进一吗，然后黑方冲卒，红旗跳马抓炮躲炮吃兵，红方呢在补象。本局的话呢不太一样，杨子是先跳马，黑方小卒冲过来，红方不能拱，否则打底象了，用马吃也不太好，被换掉，那就不好赢了。如果此时红方进兵过河，那黑方就向下冲还原了。杨子这里是横车，一个新招，那这个中兵没过河，黑方就不往下冲了，他平着走，拱着兵打着象，红方一个都不管了，车九平四，黑方吃兵拱马，这盘棋呢最终是红方胜了。据党小杨说，黑方这个平卒呢有问题，应该是进车看，把红方车关在家里，随时可以平炮打。那为何顶级强软没有走出这个最佳招法呢？据说是因为有窝心马，即使你配置再高也算不透，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往下看，红方把车提上来，准备上士出老帅了，这个马不要了，黑方抓下炮平开，他除非是将军，否则提不起来，炮下底闷死。那么这里黑方走啥呢？现场胡胡是车八进九，这手棋是最后的败招，黑方电脑又跳水了。经过大神们拆解，黑方应该是吃马，红方上士想出帅的话，黑方可以进车，敢露头黑方就平炮打回去，进车抓炮也没用，黑方可以发射，只要出帅平炮挡平炮挡都行。再看看，那红方要是跳马呢，踩这个卒，黑方可以不要平炮吃卒，重炮打车让开，下底抓象，必须得补，要不然坏了。黑方进炮别象腿，平车捉双，砍象落士，平炮吃炮下底。再往下，红方就是抓后炮，
吃冰，一人一个。这中炮有危险了，保住，砍向江，补士。弃车杀炮，解放窝心马，还有这底车。红方吃，黑方进车抓兵。这就没事了，随便红方怎么走。回到实战啊，黑方正手应该是吃马，结果胡胡下底车了，电脑跳水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红方不能上士，否则黑方砍象。你要是补象连环，那我再去吃马。结果红方扬的选择御驾亲征，这不就看出红方强大的算度了？现在要拐弯车砍士，你没有时间拱马。如果说平炮退底线防守，那红方就朝上跳了，这红方也是大忧。实战黑方将了一军上三楼之后就退车防守了，那如果用二路车将一下，这杀不死啊，红方可以垫马，你将他后退啊，再将垫马，将上三楼，你要是送卒将马踩，他这个二路车呢已经将不了了，有马守着，用八路车将就再退，连不死。这个棋一旦停了，黑方就坏了，红方炮下底是杀，你得管呢。出帅无解。回到主线，前面讲了黑方这里是没有连杀的，他只能是防守退车。这明知道胡是来对子儿的，杨子就是出帅，将吃换掉，双马双炮对车双炮一马。黑方表面上实力强大，实际上已经行将就木了，挡小杨进马登卒，黑方炮将冲卒跳马，进炮跳马平炮，他是想将这个六路炮拽上来重炮将，把红方的打掉，但太慢了，红方马吃卒，黑方现在不敢去了，因为红方可以再跳，这挂角就死了，黑方也不敢吃马下底炮，想挣扎只能是平炮看住挂角。红方怎么赢呢？现在有个思路，就是马踩象，但是直接走吧，黑方会打马一将，这个老帅只能往左平，这样的话黑方一退炮，红方的马就不能往这儿跳了，自杀吗？因此得先调整一下，把这个老帅先弄过来，这红方踩象，黑方打马，不是将军了，黑方怎么办？他只能是平卒，那红方也是踩平卒将回中打马一将，没事，老帅往右走，黑方退炮解杀，红方马八退六，黑方中路这几个动不了，车不能提，比如说平个卒，那红方就进兵，要过河呀，黑方必须管，你如果不理啊，我就把中炮拱了，到时候你一吃，我退格中炮，把他拽过来，炮打中象绝杀，懂这意思吧？所以这里他必须飞象，他走了，中炮脱根，红方进炮打，这棋他还得落象，红方兵又过河了。哎，有棋友说不对呀，四郎你退几步，再退。好，走到这儿的时候，黑方为啥要平卒走闲呢？我用车盯住你的炮不行吗？到时候你就没法进了。那咱们继续拆解，红方冲兵，黑方飞将，不能放这儿了是吧？被车给砍死了，那红方就平一步，黑方也过来，
反正这个炮有根也不算长桌。红方咋赢啊？退一步炮。下一步红方兵可以强行渡河了，你不能踩，我打过来下底闷攻。那这棋黑方只能看着，比如说进个车吧，红方过兵，黑方不敢吃啊，走闲吧，平兵飞象冲，一直怼到这儿，再冲两下可以拱势了，借帅助攻，黑方必须平卒了。那红方就吃炮踩了，退炮，那还是没棋走，就溜达吧，将军也无所谓，早晚有不将的时候吧。红方退马，从这儿挂脚就死了，你跳出窝心马也没用，还是杀，他只能是进炮防一手了。红方给他干掉，车吃进炮绝杀，太惨了。前面四郎说的是黑方进炮的变化，不行，红方这个跳马太厉害。当时虎虎走车二平三，就是说红方如果跳马，黑方可以进车，这个马炮全挡住了，这可不好赢了。杨的招有的是，马六进七，炮打车，黑方也只能是砍了，一换二。如果你逃的话，红方会进马，强行下底炮，那就变成一换一了，不合适。虎虎忍痛出手，这里一波交换，红方兵三进一要过河，飞象平炮要去打象了，黑方摁死，小兵冲起来，黑方拱一将走闲，红旗昂首挺胸，胜局已定，这期拿下了。现在红旗要平炮下底了，黑方顽强的下法，炮占王位，平炮叫杀，直接送掉，拱了，然后平卒再送炮，这里吃了，将窝心马跳出来，还能再走一走吧。好，这盘软件大战就到这儿了，我是四郎，关注点赞，下期再见。2022象甲结束了，但是总决赛还有几盘棋也非常的不错，咱们来看一下。杭州赵殿宇大师对河南队汪洋特大，这是第三局和棋黑胜啊，和棋等于输棋，红方必须拼命。比赛开始前期啊，双方走成了中炮过河车对屏风马，屏炮对车，急进中兵，一个非常毒辣的布局。汪特选的上士，继续冲兵打下车，冲卒过河，跳马吃兵再跳，这都是按谱走的。踩着马，汪特选择象三进五弃掉，红方常见的是直接吃马，或者说先将左马跳出来，赵大师选择送兵，这手棋也没问题，黑方坐掉，红方再吃马，由于这儿少了个兵，黑方如果捉马，红方可以平炮保，随时还附有马踩中士炮打车的棋，因此黑方就不敢去捉了。汪特进炮打车，要是抓炮，黑方就再打，赵大师不愿意，退到巡河，这不算先手啊，黑方车八进八，往这一卡，随时要平卒炮打象。接下来比较关键啊，红方补士走亏了，经过拆解应该是退中炮，随时可以圆象啊，让黑方的炮没有攻击目标，他如果现在跳马炮打象踩车，红方就平一步就行了。好，看实战，现场殿宇上士，汪特沉底车，他不是说想用车吃象，而是在等人平卒用炮打底象，对手不管了，炮八平七，黑方还是平卒，红方的底象要丢也保不住，这里应该是把卒吃掉。咱们对比实战就懂了，
电鱼选择马踩中足，超快棋没算那么远，先对着马，以为黑方不会打了，但是根本拦不住，红方拍大腿了，因为他发现不能吃马，黑方可以炮打是车将落再打，看看吧，这打着车呢，小卒没死，还有炮打象又是抽车，这不就崩了吗？所以红方不敢踩马，红方只能是吃卒了。黑方马七进八走了，红方平兵，贴身车抓一手，进车一卡要打中象。当时汪特已经伸手够这个兵去了，最终还是选择退炮往中路盖。咱们看一下这个吃兵啊，成立。红方如果打象一将，这儿不能出将啊，红方跳马将抽车，但是可以称势。哎，这是个炮架呀，黑方又可以打底势了，翻回来打着过河车，这个吃底象呢又是抽他，红方只能是杀士了，那就踩炮呗，砍象电士。他如果再立中炮，这有个杀棋，车砍士，老将不管怎么躲下底一掏就死了，想解杀可以这么走，退底炮车将，红方落士平车过来解杀还杀，他砍士将呢，黑方将五平六啊，下底不行有炮，平车不行有人守着，现在黑方反而要杀底士了，你还不能补，黑方下底炮闷死，就是这么个情况。刚才说了，黑方可以去吃兵，王特走的稳健，退炮车将，落士平炮在将，上士吃兵。哦，咱们看一下局势啊，黑方有中炮有底车，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把四路车啊放在这儿，可以大刀剜心，可以出老将走铁门栓，红旗已经是防不了了，他跳了个边马。那如果说把车退回来呢，黑方如果想弯，那红方就平车对炮中路加后，你再吃我用老帅做掉，黑方可以这样走，平炮叫杀，下底闷死怎么办，称势没有用，下底炮上势打象将抽车，那看来只能拦，用车不行马踩，唯有用炮。黑方马吃兵登炮，红旗不能吃马，因为黑方会掉头一将，你到时候垫车，黑方又可以大刀剜心了，这马不敢动。那红方要是退炮打车呢，这也不行，黑方马九进七，踩着车吃着炮，他必须得换掉，换完之后这又要下底炮了，红旗还是要崩。看这儿，前面讲了红方退车防守没用，实战电鱼跳边马，汪特进车锁喉，防不了了，红方车九平八，黑方出将叫杀，一招毙命，红旗只能投了，这个铁门栓呐解不了，有象无非。可能有棋友问，如果黑方不出将，大刀剜心行不行啊？可以，红方出帅，这个底势呢有车守着，黑方回马一挡，红方只能弃车砍马打掉，这个下底车将呢杀不死，落士就行了，砍士将就上来，红方马五进三是杀棋，但是有炮别着，那你马五进七的话出将啊，马在这儿他可以砍底士，那现在就没棋了，车将就落士呗，
他炮将黑方打底势，这期不行了。好，本期视频就到这儿，我是四郎，下期咱们接着聊。这是虎户大年初二分享的，选自1989年七大古都职工象棋赛，红方叫韩伦，黑方叫孙耀先。当时下到这个牌面，轮到黑方走，黑方有车士象都是单腿的，能走啥呢？上士死了，小刀弯心呢、啊、对手吃与不吃，红方下底都是绝杀，他出将也是死，不行。那要是进个车走个闲呢？不行，还是死。红方会平车过来，下一步出老帅砍底势。你要是补呢？那这棋再用小刀弯心就不行了，黑方用车吃，红方这位不能下底啊，离太近了。但是红方可以先出帅，这又可以吃了。黑方你称势，红方就砍了呗，还是解不了。为啥黑方输这么惨呢？因为黑方的车位置变了，他不应该往前提。如果不动，这里有一招平车将强行换子儿，那不就解杀了吗？回到最开始，上士不行，把车往前提不行。要是平着走呢？两个方向，跟兵拉旗，那红旗还放这儿。眼看要出老帅了，由于黑方的车啊不在中间，因此他不能提前上士，这不拱了吗？白丢，出将下底没了。再看看，那黑方要是车五平四呢？这个也不成，红方退两步车，从中间将是杀棋，多平几步下底也是杀棋，这造型只能提前上士。红方车占中，黑方退一步看住，那红方就打开中路，下一步小刀弯心，老将出来，红方也是拱势，这棋又速胜了。好了，经过分析，黑方的底势还有车，如果乱动容易速败，现场黑方是飞象，也只能是这样了。那这个士跟车没动，红方怎么赢啊？如果还放这儿，黑方不是出老帅，他对车平一步飞象，平两步落士，就是说这个棋想强杀不可能。但是有个东西叫棋规，红方这么玩，补象，黑方也飞象，走闲吗？红旗飞边象，主动让中象脱根。前面咱们讲过了，黑方的车不能提，哎，只能看着不能吃，继续飞象走闲。红方出个老帅，黑方再飞象不行了，平车叫杀无解，不是拱了，车吃下底，借帅助攻吗？那也就是说，红方这一出帅，对手必须得将，要不然就死了。打一下，回中，还得放中间，这算捉，因为这个象没跟。红方再出帅，将回来，抓，一将一捉，又来一遍。走到这儿，黑方没有办法了，再抓象就犯规了。含泪变招，把高象落到中间。前面说了，只要黑方的车不在中间，那就是个完。红车八退二，马上啊甩到右侧下底。黑方抓兵，平车保住。黑方这个士不敢补，要不然红方就甩车下底了。中象也不能飞，这个平车将很厉害，只好平车走闲。红旗落士之后呢，就是把象飞走，打开中路，锁住黑方的中象，锁死以后呢，进车一抓，这个棋就突破了，对手不想再煎熬了，上士
现在小兵安全了，红方甩过来，出将，将一下上来，小刀弯心，胜局已定。黑方投了，吃兵呢就打一将抽车，上三楼呢就抠死。这个棋规运用的还是比较气人的，让对手主动变招拿下胜利。好，就这样，下期再见。象甲决赛，杭州对河南，第一轮双方战平。今天说的是第二轮，杭州王天一对河南赵金城。赵大师有个外号叫功夫熊猫，这届象甲射手榜他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老王。这盘是个慢棋，20+5，比赛开始。老王执红，先人指路，赵大师对兵，中炮跳马，跳马出车，出车平风马。老王走的是左中炮，这个布局是反的，其实就是中炮对平风马三兵体系。红方兵底炮，黑方这里有冲边卒、跳外马、横车多种变化。赵大师象棋进舞，红旗强挺两头蛇，不能吃打马，往外跳，兵过河踩了。老王一瞧，黑方一会儿把象收回来，肯定要从这儿出车，他先退个炮，落象，跳马，给封住了。黑方改道，上士，红方上士，贴身车，然后卸掉中炮，走得好，防止黑方进车抓炮，未来还有大用。对手提炮过河，补象，平炮对子，换了。现在红方的问题是一路车怎么出啊？冲兵，对手巡河车，红方再冲拱马，平炮拉住。其实这手棋呢，不如直接拱了。红方杀出去，黑方跳马对车，往下走。老王重炮打车，他不能放在七路线。红方用兵拱马，你要是打车，红方再拱车。那你如果吃马呢，红方就吃卒，这个兵还活了，这个抓炮还是个先手，黑方不合适。现场黑方是躲到了二路线，离这马远点，身有味儿。红方出车抓，黑方炮打兵，红方马三进四。当时黑方被这手棋给吓到了，因为如果踩了，红方下底将军能破势。但说实话，正手就是吃马，吓不吓人？红方将就落势，砍了上将，炮打马。黑方跳个马保护底势，这个棋红方的马暂时上不去。黑方虽是有平车下底炮的威胁，红方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只能是稍占优势吧。那么老王马三进四，黑方没敢吃，怕丢底势，现场退回来了。这一进一退，红方优势开始扩大。老王又走出一波好棋啊，兵五进一，这既可以抓炮，又可以朝上运马。黑方车二平七，红方不能抓了，否则对手下底炮，你要是敢吃呢，他将一军抽车，那就 B 计划，马七进五，黑方进炮打兵，红方原本想平炮，跳马打车，但是黑方一吃兵啊，就没法跳了，可以吃啊，这还得换一招。老王把兵送了，松开了两个马腿，用小卒吃，没毛病。跳马踩炮，当时黑方躲炮了，那为啥不冲卒拱马呢？哎，这里红方啊不会直接换的，他会往上跳。卧槽，是个杀呀，你撑势也不行啊，他挂脚也是个连杀。这里唯有跳马，用七路车守住这点，那红方就吃卒吧。切记踩着车蹬着炮，黑方如果对桌，红方简单下底一将，他
他电锯换没换完彩炮，他要是电象，那红方也是吃炮啊。等黑方吃的时候，红方把底象端了，落势退居捉双，这期红方优势不小了。红方白居过隙，彩炮充足，说过了啊。现场是躲，老王马五进三，又来个穿堂葫芦，功夫熊猫也非等闲之辈，他炮四平六，别住象腿要吃马，老王压根没管，他走马六进八，叫杀，卧槽，就一步啊，出不来，有俩炮守着，关键黑方还不敢吃炮，卧槽，出将，进车。平车是连杀，他只能上将。那红方再一回马，这个平车将啊，电士一砍又是连杀。黑方顽强的下法，称势，让老将可以回中，那就贴脸一将。不敢吃，平车是杀。那你不吃，现在踩着车呢，他只能垫。红方将马退出来，炮将，黑方车丢了，只能弃车杀炮。这个马是连环的，你躲车呢，回马炮将，还踩着，这必丢了。这是红方马六进八，叫杀，黑方不敢吃炮，否则一套连招车丢了。赵大师马二进一，先看槽，也只能这样走了。红方吃炮，黑方砍马，大家看一下，黑方吃完车在巷口，红旗进炮打马踩车，看来是早有预谋啊。那黑方就躲吧，对，只能放这儿了，因为这马一死啊，红方又能卧槽了，他还能防一下。红方先换掉，进车捉马，哎呀，这又得管。现场是退到这儿，丢子了。你如果往其他点跳更坏，马七进六，红方下底将破势了，到时候这马还是丢，没用。那要是马七进五呢？这也不行，红方车杀象，捉马，往上跳，卧槽一将，你不能出将吧？双将就死了，唯有电车。红方进炮打车，咋整？除了先击盘，那就是擦风油精了。来吧，别闹了。马七进五不行啊，现场马七退六，他把这个老将堵死了。老王送车，你不能走啊！红方卧槽杀了，只能是躲，吃炮，得子。老王这几步下的可谓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接着走，黑方捉马，进炮宝马，跳马，送兵。你用象吃，我就从这儿走，用卒拱，那就马八退六，落象捉马，跳架中炮，杀旗啊，出将，进车进车，回马，车二平九，要下底破势。红方回马攻不忘手，卒五进一，炮打边卒，把另一个先停起来，捉一下马，往上跳，车将，摆炮左右夹击，来抓一手炮将，称势。下面是涨时间环节，退到巡河，对手抓炮，红方又开始了，捉马，只有我吃你，没有你吃我，因为这边能抽车啊。黑方进车宝马，平炮，平车，退马，再来一下，黑方还要丢子，赶快平卒，踩，回马，对子儿，换掉的话，实话实说，还真不好赢。将军溜了，跳马，平车，又想破势，红方将，落象，抓
补。红方是空头炮，这俩是没法补，想吃就吃。退车砍士，捉马后退，平车看士，炮打车，他不能落呀，躲车。马吃卒优势更大了，退车防守，老王坐上龙椅，对手送卒过河，红旗飞龙在天，胜局已定。黑方认输，老王赢下了第一场。第二局赵殿宇输给了汪洋，第三局陆伟涛赢了何文哲，最后一局徐冲锋赢了武俊强大师，比分定格在了6-2，杭州队夺冠。还有据说老王的等级分也突破了2780，至此2022象甲落下帷幕。荣获腾讯棋牌天天象棋2022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亚军的是河南楚河汉界天伦队，来响起我们的掌声，有请他们。同时有请颁奖嘉宾宜春市万载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颁发的是本次大赛的最有价值棋手奖，荣获腾讯棋牌天天象棋2022全国象棋男子甲级最有价值棋手的是王天一。哇，响起我们的掌声。同时有请宜春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江东灿以及宜春市教育体育局局长袁志平为我们的最有价值棋手颁奖，来响起我们的掌声祝贺。掌声祝贺。好，谢谢，台下稍作休息。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本次大赛的冠军，荣获腾讯棋牌天天象棋2022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冠军的是杭州环境集团队，来掌声有请。同时有请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中国棋院院长、中国象棋协会主席朱国平，江西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江西省体育总会副主席金子威，共同为冠军队伍颁奖。常规赛的一二名，结果决赛还是他俩，这是双方第一轮的较量。杭州赵殿宇输给了河南赵金城大师。第二盘棋也是咱们今天要讲的，王天一对河南队武俊强大师。由于杭州队之前已经输了一盘了，再加上河南队主力汪洋特大还没上场呢，因此老王这把是必须得取胜，要不然杭州队会非常的被动。那这是一盘慢棋20+5，
比赛开始，老王上了跳个马，五大石冲卒，挺兵，正马正马，边马，平风马对单蹄马，这种棋呢是比内里的慢慢下，红旗平炮，出车出车，进炮封死。那怎么能打破这个迷局呢？老王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大家伙上了一课，进车。对，从眼皮底下溜，黑方没招，五大石飞象，红方亮车，黑方横车，平炮打车，这只能闪人。你炮打中兵，马一踩，形成弹子炮，当时躲车。红方抻到巡河，要捉死炮，黑方也退到巡河，双方继续纠缠，红方马三进二，对炮。黑方不想直接换，他来个弹子炮。还有一路走法，咱们可以看一下。黑方进马登车，红方不可能进啊。黑方随时有马踩中兵、炮打车的棋，所以这里只能平。这个时候黑方给炮换了，打，再车九平六。这还是个先手，进车捉双吗？红方如果补个象或者平炮打马，那黑方就进车对子儿，这个棋也是只能换掉了，再躲红方亏。换完之后呢，黑方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因为你棋局越复杂呢，老王优势越大，他擅长这个。好，看这儿，武大师啊没有选择跳马登车，他是炮八进二，在巡河设下一道防线，那老王也不出手，横车，黑方车九平八。下一步炮打炮，车吃马得子，红方不急，双车抢势，黑方必须上势，红方送兵过河，吃掉，平炮瞄底象。这里多出一招进车别象腿儿，然后炮打象的棋。现场黑方退到底线，他不如往前进了。红方如果还去，黑方可以跳马呀。红方的炮打不到底象，虽说黑方的马不能吃车，但是可以冲卒过河呀，这样走要比实战效率高得多。当时退车，红方补象，冲边卒，退底炮，送卒拱双，吃了，平炮对子，炮打车。这里打象可不行啊，红方的不会吃，他会上士。那这边打着车，这边抓着炮，黑方丢子了。当时接着对，红旗平到边路，武大师将底车再拽出来，老王冲兵活马，黑方不去吃这个兵，对子儿也是可以的，现场直接吃，坐掉。然后还是车八平七，杀着底象，红方车四平六，这儿已经没人了，黑方赶快过来，留出空间，红方上马，黑方上马，进马连环，看情况平炮打车，或者说再往上跳扑槽，对手马七进六，过河了，红方进车一顶。这个局面有点乱，咱们看一下啊。现在红方马踩着炮，他有跟，但是这造型你黑方车不能平啊。红方马踩象，然后再吃炮。还有红方这边拉住车马，他不能去对子儿，这里可以换掉。不管你用什么踩，红方都是跳马过河，扑槽。同时黑方的炮还没跟了，那么你放在这儿呢，左炮又能下底了。当然红方是先卧槽再下底炮，黑方一不小心就崩了。现场的情况啊，武大师决定拼一把，他加中炮，未来可以下底炮，马踩中象，红方进兵拱炮不行，黑方吃马呀，他没跟了。
老王这样走，炮打马，朝上跳，再打，卧槽不行，挂脚呢平车别，现场又跳回来了，红方平车再抓，对手马踩中象，吃马打掉，这白吃个象，红方车马还被拉着，老王炮八进三，准备车吃马，然后炮打车得子，黑方正手应该是退车。这步棋我觉得有必要分析一下，因为如果这样走，老王极有可能会马踩象弃车。咱们逐一分析，首先黑方吃车，红方这两边也不能卧槽啊，但是可以弃炮一将，这玩意儿你是怎么接？马踩炮，红方吃车，车砍炮死了，卧槽出将平车。还有吗？落士也不行啊，卧槽上将退炮了，马后背包。这是第一种黑方吃车的变化。第二种，黑方用车吃马，那红方就进炮打车，这个马一动，红方还是吃车，那你如果撑势挡一下，红方可以平车抓炮。看好了，这个底象啊还踩着中炮，他俩必丢七。好，看最后一种变化，也是黑方最顽强的，用底象吃马，这就简单了，红方给车换掉，再用象把炮一吃，车双炮对车马炮，红方稍占优势。好了，回到实战，看这儿，黑方没有选择这个退车，他是平炮，败招。老王吃马先得一子，黑方炮将上帅，吃车打车。你看这棋刚好保护家里的车，你黑方抽了也没用啊，走个别的，炮将，红方一吃就脱根了，躲车。将一军平过来，马四进二，哎，他人多势众，想对子儿了。黑方将了几下，捉马，红方倒马，黑方退炮，平炮打车垫住，红方炮吃卒打车，这玩意儿得管呢，炮打炮，车吃炮，离开险地，进车吃兵。平车松马腿保护中兵，黑方调形，老帅战术后退。其实这个马吃卒也是可以的，五大师四处游走，老王退炮归嘎，对手走闲，红旗中路放炮，胜局已定。黑方不想再纠缠了，那么老王拿下这局啊，算是扳平了比分。杭州第三位上场的徐冲锋大师输给了白面书生汪洋，最后一组杭州陆伟涛赢了河南党飞大师，双方比分又平了。这是总决赛还有第二场，那咱们就下期再见。此乃象甲季后赛四进二的对决，杭州对浙江，杭州是常规赛第一啊，直接进四强，休息了好几天终于轮到了。今天说的是两支队伍第一轮的较量，杭州头一位上场的陆伟涛特大输给了赵欣欣，赵殿宇赢了王家瑞，王岳飞特大输给了黄珠峰，这个比分来到了2-4，站在悬崖边了。但是杭州队一点没慌，因为他们还有一位定海神针老王，他以后手迎战浙江孙新浩大师。这是盘慢棋，我看完了全程，这盘棋孙大师特别的紧张，每下完一步棋这个手啊多少有些颤抖，表情也是非常的严肃，流没流汗的看不清，摄像头还是有点远。比赛开始，孙大师当头炮，老王马来跳，挺兵出车，跳马冲卒，跳马跳马车一进一，横车七路马，党飞大师的成名绝技。黑方主流的变化，象三进五，补士出类车，但老王就喜欢玩非主流，象七进五。
红方孙大师也有想法，他不走常见的这个亮车，这里是进炮巡河，下面双方同时亮出横车、亮线、对子儿、霸王车，这都有根呢。双方谁也不动，挺兵拱过来，炮打，炮二进四，要压住红马。这里有个小疑问啊，红方能不能直接跳上去？可以，其实这种走法还不错呢。黑方如果串打，红方会先打车，这还有根了。比如说黑方躲炮，那红方就马踩中卒，你吃炮我就吃马，你踩马我就吃炮，黑方还白丢个卒。好，回到现场，这里没有跳，孙大师按原计划进炮顶马，黑方平炮打底象，孙大师在这陷入长考了。其实飞边象就不错，当时选择退马，想跳到边路打击黑炮，从而走出一些变化。暂时来看，这手棋问题也不大。黑方平炮亮车，红方踩一脚，黑方炮打马，红方退到窝心踩炮。哎，由于跳边马了，黑方不能串打，那这玩意儿怎么躲呢？如果炮三平二，红方就会往这儿跳，强行换子儿。当时天一也没往这走，他是炮三平四，红方还是从这儿出来，准备朝上跳了。黑方换掉一个车，然后再走个车八进四。哎，这个点非常好，可以吃兵，可以捉炮捉底象。孙大师陷入沉思，最后走一个兵九进一，准备往上运马来个千里奔袭。老王衡量了一下，平车捉双，红方炮打卒，黑方跳马，红旗上马，平炮打象。当时棋友们都以为红方崩了，因为你不能直接飞走啊，黑方有个炮可以直接吃。孙大师不慌不忙，上士踩炮，这步棋下得好。黑方再打象不是将军呐，那红方吃炮就行了，那属于弃子攻杀呀。老王没有十足的把握，进炮打车，红方不躲，飞象踩车。这步棋呢，应该说老王算漏了，通过表情就能看得出来。要是早知道这样，他就不会说平炮打象了，前面几步就会用车砍象了。那这个车肯定不能换，抓象的话，红方称势打车，现场吃兵。哎，这几个子都有根，红方称势捉死炮，没事，黑方有一个进马登双，吃炮踩炮平车退马进车，双方僵持住了。老王冲边卒，红方调形落势，黑方上势平炮，随时可以掉头打马，退车落象平炮打马，往后倒平炮，瞄准这个边卒。他俩现在还算是军事吧，但是时间可都不多了。平车压马补象，阵型完美了。黑方马踩兵，红方如果打马让黑方的炮过来也不是什么好事，他进个车回马一踹，平车摁住，炮打车让开，反正这个马暂时也上不去，有炮看着吗？老王平个炮，红方时间没剩几秒了，他平车在这走闲，对手趁机调整马的位置往后退，走闲跳平车，马九进七，红旗还是走闲。咱们瞧一下黑方的马，原来他在八路线，现在在七路，有啥区别？两步就卧槽啊，当然现在不行，有炮看着，不过黑方的小卒能过河了。这个马用处多大，可见老王这个棋力啊，在时间不多的情况下还能想出这种法子。
下面是增加时间的环节，咱们看一下就行了。好了，还原了，老王动手，他送卒。那红方你也不能看着，也太嚣张了，打掉，这招没毛病。将炮勾引走之后，黑方跳马过河，他窜进来了。那么红方孙大师啊，深深的被这招卧槽给吸引了，他直接就平局防守了。其实应该先下底炮一将，再平局过来，还抓着象。当然直接平太紧张了，黑方抓炮，退步，黑方以退为进，踩炮，得躲吧，跟住。这眼看要平炮打车，车躲跳马过河，红旗更加紧张了。慌乱之下随手称势，这一步棋就坏了，应该走啥？平炮，如果打车就躲，跳马过河呢，红方可以提前放这儿啊，攻不进去，他捉炮，红方也捉马，一时半会儿是没有问题的。现场称势，黑方平炮打车，由于这个炮被黑方逮着，你如果躲一步，黑方进马过河，这咋走啊？踩着两个，你平着躲丢势，上下躲丢炮，因此红方的车啊不敢放在四路线了，他躲到七路线，黑方还是跳马，要踩势，连环跳马，全军出击，平局对子儿。跳马过河，红方炮没跟了，躲。老王飞龙在天，要保证炮的灵活，红旗马踩边卒，放手一搏，卧槽将军。这个老帅如果往右走，黑方将直接上帅不行，必须垫象，有跟用炮看着，那黑方就退马，这不就能吃了吗？如果你连环呢，黑方就马踩中象，下面就是砍象上帅，什么平炮将，这个八路马呢也能帮忙，红方输得更快。回到主线，黑方卧槽，红旗往左边躲，想远离黑方这个车，但对手还有炮啊，将军这玩意儿也回不去了，车也不敢躲，要不然黑方这个双将他只能称势。红方车被拉住了，老王不急着进攻，把象收回来。红旗最后一个败招回马，他应该朝上跳踩黑方的炮，往回跳这棋不行了，黑方将一下上帅，车砍象，孙大师没时间了，随便冲个兵，老王马踏连营，一招毙命。红旗投了，从侧面一将就死了，老帅回中，从这将也是死，这个王位啊被马给看上了，那能走什么呢？唯有补士，黑方将把中士端了，黑方的炮还在啊，高士动不了，那你用车砍炮呢？黑方出来了，马将唯有落士，黑方吃车赢了。其实这盘棋最后的二三十回合也就是一两分钟之内走完的，非常快，当时这心给我跳的太刺激了。赢下这盘棋啊，双方战平，进入了这个加赛。老王所在的杭州队四战两胜两和，积六分，击败了浙江队，进入了总决赛。下一个对手是实力非常强大的河南队，咱们等着看吧。那好，就这样，我是四郎，下期再见。